现在心中这个酸。Leave me alone！
跟大家讲，你跟大家讲。现在的酸并不是酸，只是你心中的一股能量而已。要你的心。不要！请问你健身多久了？就是一直四处干扰人家。哇，新竹的朋友，新竹朋友手帮我挥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剩下七个人，七个，再四个，再四个，这四个人呢、四位，再一个出局，这个项目就结束了。可是他让我们省了很多时间。恭喜你们，呼吸 SS 号的，来给你，谢谢，谢谢。预备，三、二，开始。哇，这个项目非常困难。除了抓握力要好之外，核心也要 hold 着。你看一下就有人掉下来了，基本上这个动作能撑到一分钟就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。第一轮剩你一个 hold 着 hold 着，耶，五十秒，哎，来，十一，加油，跟自己拼，跟自己拼，一分零六秒，一分十二秒，哇，紧张，跟他讲话。哇，一分二十一秒，恭喜恭喜！哇，我们三个项目都比完赛了，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看我们自己来比一下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三剑客，因为他们真的是很好的人，人也很诚实。像之前盖伊跟我说，他粉丝90%是男生，我也不相信。就今天来到现场，真的就是这么一回事。平常训练我都是用拉力带，所以握力应该蛮多的，但是对付他们应该是够的。只要赢 Pita 就可以了。Pita 刚才讲说他七秒啊。我跟你们大家讲，他们三个都是有女朋友的人。我今天让你们见识一下单身汉的厉害。我说开始的时候，脚就离开杠片喽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我真的忘。我礼拜要表现好。你是不是有一大？昨天太晚睡了。我不敢相信你可以撑这么久啊！哇！哎，劈他25秒，赢劈他了！加油！35秒喽！来50秒，大概50秒。哇！哇，这个兄弟相残，没能力。加油！该加油！该加油！该加油！哎呦！一分钟。一分十秒，加一，加一，要超过昨天的记录了。两分钟，单身人的，1:17。那个 Tenga 的连结我会放在影片上，大家支持一下。你1:21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有女朋友吗？有空要多陪女朋友好不好？我1:12，有女朋友吗？有空要多陪女朋友。1:06，有女朋友吗？哦，有男朋友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我们现在会抽出20件由 MyProtein 提供的坦克背心，希望该能一直培育下去，然后带动台湾的健身风气。我也是因为你的影片才开始努力健身。你 YouTube 超级好笑，但希望继续带动台湾。我自己是从彰化上来的，希望有朝一日在彰化也可以看到三剑客。盖伊本人
太粗了吧！家电课都太湿了吧！大 H 超帅耶！你们是我永远的偶像。我跟朋友就是推荐健身的时候，也第一个都是出你们的影片做推荐，就是里面的教学都教得非常详细。继续拍出好片给粉丝带来欢乐，这么大的圈真是太赞了！健身房终于开有电脑了，太棒了！等你们很久了，终于来了。恭喜盖一号才邀四个波波还有三剑客的团体拥有属于自己的健身房。那应该多开几间门店。买 protein 的奶茶乳清、黑茶乳清。健身们，你们好聚又好湿啊！我在你们那个开放早鸟的时候，那天刚买了世界的，然后当天就退掉了，然后就马上买你们的早鸟。谢谢三一，因为你我开始健身。那现在三剑客的三个出的你们个性。然后声音很好，然后又可以越多家店。你怎么知道我们个性很好？你有跟我们相处过？要不要常来跟我们相处一下？恭喜你买普罗健的黑茶口味乳清，我现在每天早上都喝这个。一般乳清抽完，我们抽尖端乳清。你好，我很好，恭喜你买普罗健尖端乳清。哇塞，高蛋白抹酱三罐呢。金九，你的头巾。三剑客可以自霸台湾，称霸宇宙。自霸台湾我不敢说了，但是我们会朝称霸宇宙迈进。对三剑客说帅呆了，对戒指盖说实在是太好玩。谢谢。谢谢。哇，你哭了是不是？赶快擦一下，擦一下。哇，哎，眼睛是没有镜片的。听 Joey 的帽子，该一年片我都有看，我就是说，超棒的健身房要多开几间才照顾人群。我们来抽这个我非常喜欢穿的听 Joey 的牛角袖。Human OK， 他说我长得很幽默啦。听 Joey 的小字训练衣，有是 Jimmy， 哇。哇，得两个奖哎，得两个奖，对，三剑客非常有信心，加油！接下来是 Tenga 的帽子，有什么反应？这是给你们戴头上的，来抽一位。请问波波跟2020总统候选人有什么关系？Tenga 的小夜灯一个，我自己有两个，我一个送了，一个自己放在家里。对，这是特大版。哦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比我来巨？因为每房间的马克杯都是相对来讲一起。Tenga 的马克杯，背面背面。对，然后潮哎，潮，跟你们一样巨。Tenga 的衣服两件。祝你们生意兴隆，然后未来可以往南部发展。他要送给他男朋友，好感动哦！他男朋友笑得很爽。红都大阪分店一直开。哎，我要跟你衣服的风格很像。Bioha 的夜东京两盒，仿女性用的，或者是超高级的，超好用，而且它造型。有女朋友吗？有。哇，太棒了！来，盖伊，加油！希望你们展店自霸台湾，然后提供 CP 值超高的服务，然后带给大家更多的欢乐。谢谢，感谢，也祝你们感情越来越好。谢谢。三千规划们就是订阅赶快破100万这样。希望三千客跟喜欢三千客的朋友们大家可以越来越壮。Tenga 的 egg 两盒。你看男生，我不知道听到，我不知道他们是在笑还是在爽。我有点分不出爽嘛，有人说爽，这个用了你才会真的说出爽这个事。我很喜欢盖伊跟就是三剑客出去拍的一些各种运动挑战的系列，希望可以当个称职的 Porn Huber。 我目前没有考虑当 Porn Hub， 我还是以 YouTube 为主。永远支持三剑客，然后我女朋友很喜欢蔡耀司。没有关系，尿 egg 可以用。
Tenga 的一个巨巨杯。US size， 希望盖伊早日脱单，不然要变成 Tenga 的终身代表。Tenga 的可以重复使用的飞机杯。拍影片很时候也蛮好笑啊，希望可以多拍一点 Tenga 杯的介绍。看影片才知道说原来杠片是可以拿来吸的。然后大家有没有看最近盖伊的影片？他盖伊是很有才华，还会弹吉他，弹得很好。所以我们觉得其实为什么盖伊这么去又这么才华，居然还单身？因为我都把时间花在这些上面。灰色的可以重复使用的巨巨杯。恭喜你们开幕，你们真的是很用心。等一下是不是有荣幸跟那个前几天在那个 PTT 表特版就是火部社名的蔡老师一起就是拍个照？他就是有一位正妹，然后长得很像蔡老师。电动版的飞机杯。这个很高级，我算是你们忠实的粉丝。那我今天在看你们的布展上，然后今天能抽到这个奖项，我很开心，谢谢你们。Braze 的魔动轮三速震动滚筒两边，我觉得 这很有趣。如果 Braze 改成 Tenga， 就会变成 Tenga 魔动轮三速震动滚筒。没有没有，这是 Braze， 这是 for 那个健身用的。希望可以看到三剑客去玩斯巴达跑。哇，你很粗哎，你感觉应该蛮需要这个的。我们来抽 Bench Braze 的举重床复合式重训椅。我盖伊真的很巨啊！谢谢大家今天为什么恭喜你们这边开了一家店，那也谢谢你们为台湾的健身产业做了多少功劳。那你背景感觉怎么样？会放在家里健身吗？会。Braze 的 BEG1 震动按摩枪特仕版一位。哇，抽到这个真的是，我会常常来这边，希望从这边健身出去的都可以吊打建功还有国军的人。喂。最大奖，三剑客终身会员一名。如果啊，我们三剑客开了30年、40年，每间分店他都会使用，我每间分店都可以用。不管开几年，他就用几年。没错，好，非常好。不卖关子，不卖关子。哇，这个好幸运的人啊！哇哦，姓杨的，绿的，杨。哇！那你记得之后来要带这一张哦。11月是一个我很重要的月，这个月呢，我达到了我人生两个里程碑。第一个是我的 YouTube 订阅破40万，第二个里程碑呢，就是开了这间三剑客健身房板桥店。我还是得说一下一些感谢的话，虽然说有点老派，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谢的话你不讲出来也没有人知道，就放在心里。首先我非常感谢不管是现场有来的朋友或是在荧幕后面的朋友，真的没有你们，真的我的频道是做不起来的，我是靠你们然后才把我频道做起来，所以非常感谢大家。那也非常感谢这有帮助过我的嘉宾，刚刚有来的像是大 H 啊、皮塔哥哥啊，很多支持我的品牌，像 Team Join、Micro Team， 就靠着他们支持我，我才能走到现在。最后，我借这个机会要跟你们讲一些平常我不会跟你们讲。哦，在我就是安理 CF 这个时候，想要找人拍片啊，想要找场地啊，怎么办？想找人拍，但没人拍。然后他每次就是不计代价就要支持着我。大家都知道，做 YouTuber 你是从零开始，然后你是不会有任何钱，不会有任何收益的。那那个时候靠的是什么？的兴趣跟热忱。啊，那时候我跟我的伙伴就是宇安，现在在帮我拍摄这一位，一起被我们前公司裁员，然后我们两个就说：“哎，我来弄个 YouTube 频道，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啊？”然后他就赌了，他把他人生赌进来了。
前半年我们就领着失业补助，然后开始经营这个频道，一路一路走来，就靠着失业补助撑完了前半年。那你们以为开始赚钱了吗？其实没有，其实没有那么快开始赚钱。我不是属于那种很幸运一开始就爆冲很多粉丝的人，我是属于那种慢慢累积。但是我觉得慢慢累积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我觉得大家的粘着度比我想象中的高很多，而且我觉得说实在，就我的订阅者，我觉得他们的素质都非常高，因为我其实都会去看下面的留言，也会去看留言下面的留言，就大家的观念啊跟思想模式，我觉得非常的成熟，所以这也是我觉得非常开心的事情。所以每次影片发完，我都会花时间去看大家的留言，那这也是我个人每天的小确幸。Hello， 盖伊，很开心看到你。你们的三剑客从内湖扩展到板桥，然后提供大家这么好的训练环境，祝你们生意兴隆。嗨，我是大 H， 我是小 H。在这边祝福三剑客还有盖伊开业顺利，然后生意兴隆。然后我们刚刚就有看过这边的环境非常棒，的器材都用得很好，送上我们一点小小的祝福。多肉肉它有一个胜利的图案，象征生意兴隆。大家好，这边是 PR 哥哥。Hello， 我是 Solo。然后我们代表 PR Fitness 祝三剑客全台制霸。